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对阵出炉，法国大战阿根廷，死亡上半区浮现。北京时间6月29日2018俄罗斯世界杯小组赛所有比赛全部结束，最终的16强以及八分之一决赛对阵全部出炉。世界杯16强球队名单上半区，乌拉圭、葡萄牙、法国、阿根廷、巴西、墨西哥、比利时、日本下半区，西班牙、俄罗斯、克罗地亚、丹麦、瑞典、瑞士、哥伦比亚、英格兰八分之一决赛对阵及时间北京时间6月30日周六22点法国 VS 阿根廷，7月1日周日2点乌拉圭 VS 葡萄牙，7月1日周日22点西班牙 VS 俄罗斯，7月2日周一2点克罗地亚 VS 丹麦，7月2日周一22点巴西 VS 墨西哥，7月3日周二2点比利时 VS 日本，7月3日周二22点瑞典 VS 瑞士，7月4日周三2点哥伦比亚 VS 英格兰。世界杯正式进入淘汰赛时间，我们也将迎来更加激烈更加残酷的对决，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吗？淘汰赛我们继续战斗，带大家一起收米，详情请关注微头条。